伫奋斗，啊，嘛即足了解民进党的情况。但是呢，咱的民政府今仔日有法度做即个组织，予大家会感受到讲，这是正确的。民进党当当时原来执政过八年，但是呢，无法度代表着咱台湾人民要走向。当然咯，咱民政府今仔日行到咱台湾人民的自主性来管理咱台湾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我不是在讲民进党有法度代表我，那无咱民政府来代表我么？所以讲今仔日天气啊遮寒，咱全国各地有法度集合一只，啊，但是天公伯啊，嘛甲咱做保佑的无落雨。我嘛足惊讲，今仔雨大来，天气寒，大家遮寒冷，实际上要来集会嘛无遐简单。啊，今仔日我也感受到讲，咱民政府会动心，大家今仔日会直接集会，啊嘛直接甲大家拜个早年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总理，那请我们内阁人员。